来，涂老师，追你的时候都不改，结了婚之后怎么可能改？当你一往无前去追一个男生的时候，他已经把结婚当成了赏赐你的筹码，你说他结婚之后怎么可能会改变？对妻子都不能尽责任，难道生个孩子你就能变成一好男人了？还有一点我问你，你真的喜欢孩子吗？喜欢。你喜欢孩子，你原来教孩子音乐的，你那工作都辞了，你能说你喜欢孩子？生孩子只是为了堵住父母的嘴，至于生孩子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你根本没想过，更没想过如何去承担。就像当初没地方住，他出点钱，家里出点钱，你甩一手都不想自己吃什么，马上就租了个高档公寓。这所有的一切，想生孩子，轻易的结婚，轻易的接受一个女人的好的原因，都是因为你从来没想过你为此而要回报什么。如果你要是想了，你浑身会出冷汗，因为生一个孩子你要付出太多，因为接受一个女人的爱你要担当太多，你压根儿就没想过，所以你才会说的这么